这个其实是比喻我们以前讲过的东西。RP 消掉，这是负一，所以就负的消掉。就得到一个很简单的啊，我给你的多少 energy 呢？你要花掉 V 平方 C 的 energy， 就每上升一下，我给你 CV 平方啊 ，CV 平方的 energy， 或者 V 平方 C 的 energy， 你每上升一下要那么多 energy， 没问题。对不对？每上升一下要这么多的上升一下啊！你做一个零到一的 transition， 零到一的变化，你要做什么的呢？这么多 energy 呢？哎，你说跟 RP 没关系啊？跟 C 有关系，跟 V 的情况有关系？为什么跟 RP 没关系呢？反正你导出了 RP 消掉了，那这 energy 跑到哪里去了？电池出去了，没有回收嘛，对不对？电池下一次又要下来，又要电，每次就给这么多，每次给 V 平方 C、V 平方 C、V 平方 C 的 energy。OK， 那你 charge 满的时候，电容存有多少 energy？ 电池给了 CV 平方，电容呢拿到多少 energy？电容本来零，没有 energy， 是不是？啊？电容本来没有 energy， 那你把它充满了以后，它有 energy， 不是吗？充满了以后，电容呢 ，energy 呢？经由 RP 呢，当做热能消耗掉，消耗掉，对不对？耗掉，一直运，一直。
engage， 你有越多的 activity， 你的 switch 啊 activity 越多，那你所耗的电就越多。你的电池存了那么多电能，你用一次就少用，用一次就少，用一次就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用一次就要花这么多电能。OK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知道了这个是 inverter 啊，那可以知道它的 margin noise margin， 它的 speed， 它的这个 power 怎么计算。我们还可以做更复杂的 gain。光影二者好像没办法做这个所有的 logic， 对不对？它不是一个 complete， 对不对？如果我拿四个 transistor， 两个 PMO， 两个 NMO。如果是一，
N2 呢跟我们一样，所以等于我这四种组合呢，我就知道我的诠释是 on 跟 off， on 跟 off。 好，那我们来看每一种 case。 第一种 case 呢，我们看呢 N1 跟 N2 两个都要 on 才会接到 ground， 不然才会接到0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它没有接到0。那 P1 跟 P2 有任何一个接到，有一个任何一个 on 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接到 VDD 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这个 Y 呢，这个应该经由这两个会接到 VDD， 其中一个就可以了，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让它接到 VDD， 是不是？那这个 case 呢 ，N1 跟 N2 呢只有一个 on， 它是串联的，一个 on， 它不会接到 ground， 但是有一个 P1 是 on， 所以这个也接到了 VDD， 经由这个。那这个是备份，经由这个组接到 VDD， 对不对？有问题。那第四种组合的时候呢？哎，这两个都是 off， 所以它不接到 VDD 的，我没有路线接到 VDD。但这两个都是 on 的，所以我透过这个 end 的这个接到 ground 去，接到 ground。所以 Y 呢，这时候呢，其实它是接到 VDD， 接到 VDD， 接到 VDD， 这时候是接到 ground。 那 VDD 代表 E，ground 代表 E， 所以我们就有了 logic function 呢 ，A、B 还有 Y 的关系，零零一，零一一，一零就是一，一一是零，所以它的关系是什么？Y 等于什么 ？A B A B net 啊 ？net 对不对 ？Not n， not n， not n， 因为 n 的是什么？如果有一个东西是 n 的 A B 的话，应该是零零零一嘛，这样就 n 对不对？如果这样的话是 n 对不对？那两个都一的话，那才一，这叫 n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是 n， 所以这时候我得到的 y 呢，即使是 not s a b， 这叫 negative， 所以这个呢 negative， 这是一个 negative。C 的话呢，这边多加一个，这边多加一个，那就变成 name three， 对不对？那你的 demo 有八个 entry， 有八种组合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叫 not n。同学会不会 not all？ 啊 ，not all。应该是什么？有任何一个维度就是 B， 对不对？
力量的话，我们可以。来，看怎么接。两个那个 B MOS 串接，然后下面的 N MOS 来连接。对，两个 P MOS 呢串接。哎 ，P MOS 呢是零的时候它是通的，我们就这个 case 也要通，对不对？所以要 A 为零 ，B 为零的时候，它才会接到 VDD。对，我们讲说，我呢两个这样，这叫 A 跟 B， A 在上面或在下面没有关系，这是我的 Y。那这一部分呢，定义。verify 一下，这个是个 no gate， 这是个 no gate。这样没问题。你会不会做一个比赛呢？它取的 y 等于 a。三个 input， 但是它的 function 呢是 A B O C 大，应该可以对不对？啊，应该可以啊，我给你当 case 的，好吗？所以我们有 inverter 就是 not gate， 我们有 net， 我们有 no， 我们可以有方方 gate。这需要几个转接器？这需要六个转接器，三个 N MOS， 三个 P MOS， 对不对？好，三个 N MOS。看到这个在我们，你看在这个时候呢，并联，就在下面是并联。net 的时候呢，看到是串联，所以你看到如果是 end 的，我就串联，啊 ，end 我就串联 ，or 我就并联，所以它应该在end 的部分应该这样。应该是一个 A 以及 B， 对。那 N 的部分是这样。那 P 的部分呢？你把它看成 dual， 所谓 dual 就是说，如果这里是并联的东西，在上面就是串联；这里是串联的东西，在上面就是并联。所以呢？这有两个东西并联，所以上面呢应该有两个东西串联，有两个东西串联，哪两个呢？第一个呢是 C， 也就是这个 C， 就是一个化 C， 这是 C， 那上面是这个东西，对，但是这里是串联，我在这里就要用并联。并联，所以这上面就是两个串联。那 recursion 的下去，
在这里面一对当然就只有一个啦，如果这里是并你串联的东西，这是一并，你可以 verify 它的功能是 AB 后 C 大。祝你们考试愉快，好不好？好，下次。